Oh, bonjour, merci, pasta, pizza. 你在做什么？我想好，没有啦，我今天是要带你们来吃这个本地欧式餐厅的美食啦。走吧走吧，真的好吃的哦。走啊走吧。喂喂喂，我们还没有讲开场语。哦，对了对了，来，欢迎收看美马搞怪谈美食。美食，完食完食哦。完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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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告诉我，白金树呢？嘿，不得了是吗？是很美了咯。哎呦，这里的东西更好吃啦，走开啦！耶嘿，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水玩水。槟城北濑的才能园是家喻户晓的美食天堂，如果北马搞怪团没有来到这里的话，才是真正的奇怪。这一次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水玩水当然也不弱人后的来到这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刚刚营业不久的西餐厅 Smell Cafe。 Smell Cafe 是由 Melvin 和 Alan 所创办的餐厅呢，是由双层排屋改造而成，具有日欧风格。不说不知，原来餐厅的设计也是全老板负责的哦。Alan 呢，其实是一名知名室内设计师，但却选择了投资在饮食业。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美食和美观双剑合并，一个能煮，一个能设计，才是真正的美食界的大功啊！我讲到这么多，好像是主持人一样哦。是时候把节目交回给 Raymond、Ethan 和 Candice 了。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两位主厨 Melvin 和 Daddy 来为我们介绍介绍。哇，这里的装潢这样漂亮，不知道主厨是不是很帅呢？肯定帅，是。我一定很干活的。老米啊，你看主厨来了。哎，来，各位观众，在我们身边这两位就是 Smell Cafe 的主厨 Melvin、Daddy， 欢迎你们。Melvin 啊，其实你们的 Smell Cafe 它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原本是要用我的英文名，然后过后就想说用单只是用我的英文名会比较单调，所以就把香味 smells 少写了一个 L， 然后至少中间还有我的名字存在在 M E L。哇，很 creative 吧？但是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北濑才能园这一区？开这边哦，因为在才能园人家都知道说是一个美食天堂，可是就想说就是少了一个西餐餐馆在这边，所以就希望可以在这个美食天堂加上一个完美对就一个可能就占一个地位就对了，对给一份色彩在才能园。对了 Daddy，想问一下，其实你和 Melvin 两个是朋友吗？怎么开始当厨师这行业的？我们是中学的同学，从98年哇，98年哦，哇，蛮久一下，十年多了。一起上学玩耍，做运动那些读书过后，就开始我们发现我们两个对煮这方面、烹调这方面有那种兴趣，我们就决定说。毕业过后，我们会一起去学这门厨艺。所以 Melvin、Derek， 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什么美食呢？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就是一些双皮街的主打美食，这是我们的 Daily Roast Meat。它是搭配了什么酱料呢？配胡椒吗？这是我们自己 special 做的English Herb Roasted Peppercorn。哦，药材。对。And 还有我们的这个 Irish Stew， 这个是羊肉吗？对啊， Irish Stew 是羊肉，它是羊的脚，羊的脚，羊的肉。那还有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Tasmanian Salmon in Hollandaise Sauce。那还有我们的法国蜗牛 Escargot。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 soup， 这个是creamy leek and potato， 还有那个 Alaska king crab 的那个 meat 呢、啊。哦，看起来真的很美味。对。啊，接下来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的 daily use whole chicken leg。来，大家来尝尝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美食。来来吃。哎，好，来吃吧。吃吧，开餐了。为了要谢谢大家的观赏， Smell Cafe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回馈，只要在这里一个人消费满10块钱，可以创意的方式说出我们是北马搞怪团和 Smell Cafe 的 fans 这个口号，就可以获得免费 Soup of the Day， 这个优惠直到今年的6月30号哦，必须符合条规。这一集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食玩食就到此为止哦，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